这个狐疑下面说，一念海善根，譬如堵刺啊，善根是什么？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不傲慢，不怀疑，这善根。啊，有怀疑呢，这五个都没有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有贪嗔痴慢疑，你有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障碍你的善根。啊，现在学佛同学都有这个毛病，只是轻重不等。啊，严重的，所学的不踏实，假的。啊，这个烦恼轻的人呢，能得一点功夫，啊，能得一点少分利益。念佛不能成就三昧也，不能开悟，不是别人障碍呀，不是环境障碍呀，是自己。啊，自己这个毒刺没有拔掉。故万善同归极云，坚性根而拔一次。这一句话重要。坚性根是一律断干净。对于佛，万分沉静，丝毫怀疑没有。佛所说的，你自然就懂了。为什么？你的信心升起来了。如果没有信心，你看见，你会把意思想错了。为什么有疑？你有偏见，你有邪见，用邪见偏见解佛的正知真见，佛的知见也变成邪知邪见，这个麻烦可就大了。啊，经典上常说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啊，开经偈上讲的。没有坚定性根的人，他听经，啊，他读经，他研究经教，是用自己的意思来解经义，不是佛的意思。去解如来真实义，误解如来真实义，啊，他以为自己是真知真解。误导众生，断佛慧命，将来果报现前，他自己不知道造什么罪。啊，这个是学佛最难的一关。